陈主簿，没什么。大驾光临，为什么之前不通知我一声，我也好做个准备。准备还有什么意思？啊，郡守，你郡守他责备了我很多次，说我无事生非，疑心太重，为难了陈主簿。今日在下特地登门道个歉。哎，这么多礼啊，愧不敢当。那。 堂上坐，好，来，请。来，这边堂上坐。这个仓库是陈某做些小玩意儿的。啊，林司马，原来你也喜欢这些小物件啊？谈不上喜欢，从未见过这般手艺。陈主簿这个手是真巧啊。 这阁楼挺雅致啊！啊，还要看这什么？啊，哎，行行行。